张嘉燕啊，你别惹对我，你别故意看我家里哦。你若是唔惊，这样紧张要创啥？你张嘉燕对无？我有可能唔是张嘉燕的对手，啊，不过那是你哦。我这人就有出啊！你敢要试看卖？等你试，我就甲你讲我是谁。你张嘉燕吼？ 因为张嘉玲无可能这样凶，为着我是啥，你讲我是啥，拢无差。因为今仔日唯有猜，是看你要安怎死。那呢，有啥物无共啊？我若是嘉玲。 我的中文流会煮一顿有毒的饭菜，互你食落去以后，豆豆我死，死到水水水，安尼我够有温柔。那如果是张嘉燕呢？我张嘉燕，我就互你死到足痛苦的。这饭菜有毒对无？你莫了算讲，我家己食落，你就无代志哦。 我无可能听你的话，我不准你讲啊！你若是无吃落去，你当作你今仔日我都离开家，啊！要吃还是唔吃？你这样唔通我白来哦！我甲你讲，杀人是犯法的，而且我即摆有心，我阁是相信啊！这若落去是一次生命，这就当了。 我就无辜，是袂晓做着我的罪啊！我是人家，哪有可能无发现啊？你哪当做我哪有可能遐尼无罪啊？我看你这个人哦，足细长的啦，这个行李箱应该有法度装入去。啊！这个人家袂在意个袂有啊！ 前面了吗？休息你这无缘的新妇啊！徐先生，大伟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下来？我传你来做保镖啊！警察先，就是伊啊！伊是为亚德华害死我的朋友，伊是谢新发啊！你干了要听？杜成，我甲曹凤拜戏拜到一半，你就走了，你从啥来乱啊？ 什么白戏啊！你要到我白讲哦，警察先生，伊的铁刀要给我抬啦！警察先生，这是剧本。我伫咧演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杀人犯，可能是阮甲苏醒啊，才去家己惊着。嗯，是安尼，想的毋对。毋是，警察先生，伊只是真正，伊铁刀要给我抬啦。 这是道具，是假，卖讲人啦，连鸡拢抬袂死啊！警察先生，伊叫我食迄饭菜，迄饭菜内底有毒，迄食了就死死啊！什么有毒？这是我做最成功的饭菜呢？什么有毒？你这人哪这么无礼貌啊！ 无啦，警察先生是假死，伊拄仔威胁我，伊要搞台戏。警察先生，你敢有看到伊来我做伙？这个查甫就是伊的客兄，楚志忠哦，妨碍家庭的现行犯，不敬的小王，麻烦警察先生带这个笨手直接去警察局自毙了。我，无啦，我跟伊无关系，我只是伊的朋友啦。既然伊无代志，那安尼我就先来走啊。嘿，你要去倒？等你有代志，叫我打电话给我。